干杯！随便吃，随便吃啊！今天谢谢你们啊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肯定完成不了。看见没，聂思琪，我还是非常有用处的。只会拆线算什么能耐？小学生都会。像你这话说的，再庞大的机器，少了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会停止运作，更何况我这么大个人了。啊，我说你俩要吵，能不能回家吵？回家谁还搭理他？我现在就把我自己嘴堵上。任旭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能不能别老欺负我们家思琪？你一个大男人。聂思琪，男人，我先不跟你计较。言夏，我听那个丁文笑的嗓音特别有磁性，他肯定是个帅哥，对吗？我没看出他哪儿帅。这帅呀，是骨子里边散发出来的魅力，不是外表。没错，正确。那我帅不帅？一边待着去，没人问你。言夏，那说实话，那个丁文笑到底帅不帅？帅不帅呢，是个人审美问题。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有病。有病？有什么病啊？偷窥。偷窥？你被他看光了？想什么呢你？那他偷窥什么？他不就……连下班都监视我，我今天非得和你好好理论理论。哎，言夏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上班时间怕我剽窃，没收我的手机跟包就算了，下班时间属于我的个人生活，你凭什么介入啊？我凭什么介入？因为公司的设计稿又被剽窃了。关我什么事儿？手机跟包都由你保管，我拿什么去剽窃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盯着我？麻烦你离开我的生活圈子，可以吗？干嘛呀？我问你，聂思琪。走开！画面是不是特别血腥，特别惨不忍睹啊？是，美到惨不忍睹。低矮的总裁，几人和言夏卧倒在车站中间了。对不起啊，干嘛？如果你想证明你没有剽窃，就跟我走，走。这完全是霸道总裁的节奏啊！这剧情发展的也太快了，被偷窥者和偷窥者居然成朋友了。肯定是被看光了，也只好从了吧。你是说言夏真的和丁文笑在一起了？那我和许墨尘不也有机会了吗？这来这一铺干嘛啊？你不是说你没剽窃设计吗？那就打开门让我检查。丁文笑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过分吗？比起一个剽窃者，一点都不过分。你别左一句剽窃右一句剽窃的，我清楚地告诉你，我没有剽窃 DI 任何设计。那聂思琪的衣服哪来的？我哪知道，那只是一个意外。意外？如果是意外的话，那为什么 DI 的设计会接二连三的外流？我第一天上班，我哪
知道啊！再说了，我上班你把我手机没收了，给我装定位，我怎么剽窃啊？你要想证明你不是剽窃者，那就打开门让我仔细找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好，我让你找。为什么不能看？我怀疑 DI 的设计稿都在这里面。这里面没有 DI 的设计。那这里面是什么？是 DI 的设计稿吧？只有这一张是 DI 的设计，其他没有了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如果只有这张是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？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画册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看？我看你是心虚了吧？真的没有，我没有剽窃 DI 的设计。这张也是思琪给我的，我真的没有。不信你问思琪。走吧，带你回去。做你的小模特，多掉价啊！哼，我是看在你今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份上，给你省省车马费。你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就来气。帮他看了一天店了，吃饭的时候说跑单就跑单，这笔账我非跟这个没良心的算清楚不可。喂，言夏。啊？好好。走，不是嫌坐我车掉价吗？哪那么多废话，走啊！走走，去哪儿就走。这是一铺，我向天发誓，我真的没有剽窃设计。那张设计图是粉丝发给我，我觉得样式特别，才拿给言夏让他帮我制作的。你的粉丝？嗯，他是网红，你不知道啊？让你多嘴。什么叫多嘴？他污蔑言夏剽窃。我就看不过去，我就怼你，怎么了？你能找到那个粉丝吗？也许可以，我试试看。人呢，不但长得帅，而且年纪轻轻就是 DI 的总裁，但还是不及我的徐墨尘。在这一天啊，我在直播，然后顺便还帮言夏推广了店铺，怎么找不到了呢？你是言夏的朋友，你们两个不会联合起来骗我吧？我为什么骗你啊？我和言夏长得很像骗人的样子吗？你如果不信的话，完全可以24小时全天监控这一铺啊。24小时监控？对啊，如果言夏真的骗你的话，绝对隐藏不了。这的确是个方法啊！那家伙疑心病这么重啊，这心里肯定受过伤。言夏，赶紧把合约解了，不许上班呀！如果把合约解了，我又提不出有力的证据，一旦他们起诉我，那我就要赔偿 DI 一季度的损失，我爸这家店就真的要关门了。我一定要挺过这3个月的试用期。行吧，既然你都决定了，我就不好说什么了。坏了，我得赶快回去，我怕那个傻大姐应付不了那个心里有病的家伙。我先走了啊。
把司机给……不要不要，你这变态！司机，司机。虽然你已经不是纯洁之身，但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任旭，我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我冷静什么呀？你给我放手啊！我绝对不会放手的。思琪，别害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不要你陪着我，你给我放手啊！我绝对不会放手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自杀的。自杀？对。虽然那个变态玷污了你，但是你不可以轻生。人生的路还长，不要因为他……停！你看一下我手上这刀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哥们儿，这是眉刀啊，割眉毛用的，怎么能自杀呀？那这么说，你不是要自杀？我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自杀呀？那个变态，他没有对你。任旭，